大家看一条新闻，拜托新北市民给吴秉睿机会，苏贞昌我跪下来扛都愿意。媒体追问，蔡总统是否有询问你的意愿啊？对。人家的回答，苏金秋则说总统很忙。当选两年来一直没有机会面对面，那你看我什么意思？小英不爱的啦，小英你们，所以你看到这讲说英雄不爱算，我看到这我想，我就跟你无共款，我想到吴丽花，吴丽花。新桥北北招三官，该还寿衣回中山。哦，伊看到你，形象放落来，中山区的啊。对。放下西凉无人管，一心只想王宝钏。你大干嘛？你想蔡小英啊？我想你哪无爱蔡？大干嘛？你想蔡小英啊？你把我那个话看出来。对。但他也知道国事如忙。总统也做得很辛苦，我们全力支持他，没有打扰他。啊，你我都要讲，有你话要做嘛。对。那是从以前啊，我变啊时代的深宫怨妇，就要变个成事怨男。敬请锁定《新台湾加油》。